住这么远，不是比住酒店还不方便？但至少离你们俩近，这间是主卧。这儿啊，还有一间书房。这两年啊，公司的业务慢慢转移到北京了，我在北京的时间也越来越久，住酒店嘛，总归是不太方便。有了这房子啊，在北京也算有个家了。你公司不是在开发区吗？住这么远，不是比住酒店还不方便？但至少离你们俩近。对了，带你去看一下小初的房间。来，这个房间就是小初的。啊，他不是喜欢黄色吗？都挑了一些，并且啊，这间房是东南朝向，紫气东来，适合读书。喜欢吗？小初肯定喜欢，他最喜欢在飘窗上看书了。就一套钥匙，你自己给他呗。你别误会啊，我没有要争飞向权的意思。如果小初他愿意的话，住多久都可以。如果他不想住，我也不会勉强他。小初都长大了，现在争抚养权，跟谁得听他的。不至于的，老方。这位置挺好的，离小初学校也近。他来你这儿呀，正好你可以帮他辅导功课，数学、物理那些，再过两年我是教不了了。我辅导啊？那看来我也得好好温习一下。我呀，也不用太在意他的成绩问题，大不了我给他送国外去。哎，你不是最讨厌海归吗？我啊，就讨厌那么一个。